啊，抱抱抱抱你，抱抱我要，抱抱抱抱抱抱，哎呀，大声点，别动啊，好，喝呀，哎，给你留个给你，哎，哎呀，发点口臭，来来来，你喂一口，你喵开，哈哈，谢爸爸。月月哥呀，你如果你一直都这么好多好，啊，你要是能一直这么好多好。我现在你那就说这你难不难？是不是今天咱们所发生的任何的事情，你到明天就会全部忘记？不是，没准。哎，多么想把刚才那个美好瞬间永远定格在啊！这哥呀，你要是能记住，你要是能够不忘记多好，你要能成为一个正常人多好。这一刻，我们所有人。做了一个美丽的梦，这个梦会随着爸爸的醒来而消失，一切归为零。很抱歉，没有在这一刻改变他们一家。很多人都会觉得改变爸爸毫无意义，是在浪费时间。而对我们的筑梦计划而言，让杨洋真正看懂自己的爸爸，接纳自己的爸爸，忘记恨，丢掉嫌弃，学会包容，敢于承担责任，直视自己的命运，这才是我们这么做的目的。自2022年12月31号到2023年1月30号的今天，我们已经帮助杨洋一家30天整。很多网友存在疑惑，不知道我们的筑梦计划的进度标准到底怎么才算筑梦成功。如果非要给筑梦计划设立进度标准，那我们今天正式宣布，杨洋一家的筑梦计划截止到目前为止，成功的完成了10%，剩下的90%，虽然困难重重，只要他们心存希望。只要他们不放弃自己，我们的计划就永不停止。加油吧！